王思佳日前被网友质疑手上的名牌包是假的，在网上引起不小争议。对此，他也紧急拍片，并强调该包包并非配货，而是花了900万找代购买，因此已经送去检验，目前还在等结果出炉。但影片一上架后却不能成功止血，继续被网友质疑。还有人检查王思佳过去曾展示过的名牌包款，像是有好几个香奈儿包都被质疑形状、logo， 还有镶钻数量好像都跟正品不一样。还有之前他代购的耳环也被网友发现好像仿的。随着事件越滚越大，让中国网友都注意到，于是王思佳假包五字直接登上微博热搜。Bye.